就趁这段时间就是多念佛咯，阿弥陀佛也不会让你受苦的啦。你现在有念佛，你懂我的会佛力比较少。然后现在如果不大能说话，就少讲一点咯，因为我们人呢有时候也是乱乱讲话，不能讲也是一种福报。那心里就想着佛号咯，心里想着佛号。看完了啊，哇，行啊，啊，听不懂，你听不懂。是，很好啊，很好啊。尽行受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哈，平常听着佛号哈，皈依三宝过后要乖乖哈。南无阿弥陀佛。